2019年度叱咤乐坛生力军同班同学。大家好，我是 Colin。 在我们小的时候都比较好彩，因为我们生于一个相对上无忧无虑的地方，令我们可以很尽情地在这片草地上唱自己想唱的歌，跳自己想跳的舞。而今年这队也有13位的叱咤生力军正式踏出了第一步，交出了他们第一首歌。白雪雪羊咩事会到处猎奇，草场书展神操员各有各就位，若四周围咩咩好呼事我也冇问题。别理谁人牺牲色神，别理近日身边慌张，大踏步迈向更远更多想象，任我自顾自唱乱唱也不需给举世景仰，论样貌未过趣致那需漂亮，就算没有乐器没有喇叭仔都可以清唱。想冲上赛场迎战下个对手，一边好想亲一亲你，爱情圆满长久，想上演多荒谬，现在我心只有和轮校那生死斗，真的很想把你叫我赢了为我拍手，可惜一早摆到你才最后，你心中有没有想过走太孤单，当我的女朋友你仿佛开了口，难道我不内疚？如天空不见了，海都不见了，此际大世界得一位紧要，凡嚣声不见了，嚣张多半秒，逐个大结界对抗者飘摇，这不见了，风都不见了，只知不重要，不想面对了。从来小说的故事难完美，平凡的我想会被记起，原来小说的结局仍神秘，难挨从不理再演出好戏，走下去我会是传奇，走下去寻觅我自己，若觉得第一位最快，上一位不释怀，谁亦在反抗错爱之旅挨打，没法上下一位的生涯，宁愿能白手还是罢手，仿佛下做我的观众望一次，为世间铺上梦的诗，愿你凭那脚印起飞往幻想，将
最初我哋真系可以喺呢片草地度尽情咁玩，直至开始翻学，我哋需要选出班里面嘅一号种子，然后大家都努力，希望终有一日可以好似莱特兄弟咁一飞冲天。直至去到今年嘅夏天，我哋先深深咁感受到，原来作为一个人，年年考第一并唔系最重要。谁料到夏花被挑选收割，再转换成为一道热茶，无奈那落花再加工制压，组装后仍然需被定价。妄想过绽放，渲染年华，逝去的面容仍能如落叶优雅。看似正常，看似正常，看上面了样，一切纵碎，想到混账大说唱。照样亦抬起，多番记起，明明受得起，但听到彻夜的呼叫，双脚跪进气道，谁叫对待你他更好？残忍的记忆，壮丽的谈起。太早，谁贪清为落背意，如今竟成了历史。读历史读得多，大到有一日轮到我哋去写历史，有几多人真系识得用一种咩嘅方法去写？踏出了几多步，有几多步是后悔，有几多步是无悔。前途哪里种着花，沿途会有怪物吧，大概先要输过，先有必要转个方法。平衡性要注重吗，未怕摔跌，终会跌到很挂。小的时候就算有啲咩系行差踏错，有啲咩唔识，都有好多人去指点我哋。但嚟到依家，就算你有几多经验都好，其实我哋大家都系一样，已经变成咗一个新人。
但无论如何，我哋仍然可以为我哋相信嘅信念踏出未来更重要嘅一步，令呢个地方变得更加美好。星门横越宇宙，能组成漫天星宿，在护人之间，在神服间，像要把千古像感謝2019年咁多位生力軍都為自己為呢個地方踏出咗非常重要嘅一步。叱咤樂壇生力軍銅獎，唔好以為佢因為靚仔需要去做歌手，其實當佢細個肥嘟嘟嘅時候，佢已經好中意唱歌。姜濤，姜濤上播歌曲包括《一號種子》《亞特蘭提斯》《一天多一點》。所以度个舞步行出嚟啊！真系，度唔度一次先？恭喜晒姜濤！啊，呢个多谢商台，多谢叱咤903，跟住多谢老山、金山、花姐，仲有其他11位 Mira 嘅兄弟，跟住多谢所有支持我嘅 fans， 多谢屋企人，多谢花姐，多谢，恭喜晒姜濤！哦，远啊，哦，叱咤乐坛生力军银奖。他之前拍過電視劇、電影、廣告，又做過 model 和主持，但來到今年他終於踏出了他自己最向往的一步，他成為了一個歌手。 Gladys 李靖君，李靖君上榜歌曲包括《小蚊蘭》《第三顆行星》《第千次重逢》《碎自己的告白》。 Thank you 原來真的上到嚟真係 lost of words 嘅，我有好多人好想多謝，首先一定要多謝叱咤903啦，多謝所有播過我歌嘅 DJ 啦，好多謝我嘅經理人公司唱片公司啦，多謝楊博士 Manny Shirley， 多謝Raymond 阿海德哥，多謝 content team 嘅同事啦，多謝你哋幫我打造咗一系列好得意嘅片啦。多謝 digital 嘅同事啦，行台嘅同事啦，特別好想多謝我嘅 A&R 啦，阿 Dash 同埋阿華啦，多謝你對我非常之忍耐啦，同埋介紹咗好兩個好正嘅監製徐浩同埋 Gerald 幫我手啦，同埋今年係填詞人小黑陪咗我好多好多，多謝你將我嘅碎片變成一個完整。多謝所有支持我嘅朋友，係，我驚我唔記得，但係多謝大家 ，thank you。恭喜曬 Gladys！ 叱咤樂壇生力軍金獎。好少啊！生力軍咧喺成為一個生力軍之前咧，已經喺上年踏上個叱咤台，仲要攞埋獎。可能你真係第一個，林家謙。林家謙上榜歌曲包括下一位前度 Just Carry On， 哇，霆鋒。Thank you， 好突然，我以為仲係唔係正式。好想多謝商台嘅支持，同埋唔好意思，定話頭先唱嗰時係失咗聲，所以下一位前度變咗低八度，咁所以下次還翻16度俾你哋。咁啊，好想多謝今年嘅一啲拎好啲嘅獎先 ，sorry。
好想多謝今年幫我嘅一啲音樂嘅製作人同埋創作人啦，包括係直野啦、Christopher Chart 啦、許創基啦、仲有死啦，諗唔到添，突然間好想多謝今年幫過發行嘅公司幻亞同埋英皇，咁同埋想多謝特別商台嘅一啲譬如 DJ， 佢哋好主動去推介我嘅音樂，譬如阿路啦、余迪偉啦，仲有好想特別多謝家姐同埋阿麗，因為佢哋喺做我做音樂訪問啊，或者係譬如我哋九月做嘅音樂會咧，都幫咗好多，同埋好照顧我。我都有，我都有。啊，係啊，你都係啊，同埋拎好多靚相幫我哋，多謝你 ，Colin。所以係啊，最後想多謝我屋企人同埋可以我哋呢一班嘅新人，因為今年即係行得唔容易，大家都，所以希望大家有獎好冇獎好都唔好諗咁多，下年繼續做多啲啊！恭喜曬林家謙 ，thank you。呢一班2019年嘅同班同學喺嚟緊將會繼續努力，繼續學樂落學。